不是故意的，大路口阿妈闯红灯，他没有看到吧？没有看到，没有看到跟人家骑车。本案未接获报案，经检视该段行车记录器影像，该辆机车设有闯红灯、未戴安全帽、机车负载人员未依规定等违规行为，本分局将调阅监视器画面，通知当事人到案说明。